老师，这个 baby 是轻的还是说是突出的？你现在就是 it's baby， 你都是这样的 it's baby I know。哦 ，I 字是重的。Baby I know。对对啊，你发啊啊啊啊，弹性对弹性啊啊啊啊啊啊 ，I know。It's baby I know。对，这儿的用力和啊是一样的。I know。对对。It's baby I know。你看又上去了吧 ？Dance on the floor。啪，要有那个啪。Dance on the floor。对 ，Dance on the floor。Dance on the floor。再松一点就更好。Cause it's baby I know。对，对，我在里面手舞足蹈，但是就是干轻。不会不会，现在就好很多，现在就好很多，你不用担心别的。Yes baby I know。It's pap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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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pa。录音最早的一次，最早的最早结束的一次，今天是第五首歌，希望出来的作品都是，怎么说呢？经过各种雕刻过最精致的版本吧。好了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Baby I know。跟随果树准备闯入。一起耳语的暧昧在一直是不愿意，还有五首歌没录，是个痛苦的，这个也不是痛苦，痛苦并快乐着，因为时间非常紧张。快乐呢，就是因为每天都在琢磨这些唱法，然后这些词啊，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是非常开心的。两点钟还好，明天休息，然后明天就准备写另外一首歌的词。祝我好运吧，爱理解。早上你好。Six, seven, eight.